真的是草泥马看过，帅哦。哦，还好啊，在哪里啊？我想看、啊。草泥马还蛮正常的、啊。你有看到羊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羊滚转过来。羊在哪里啊？那个羊不行，羊真的好笑。三小羊为什么会这么斜眼？三小他是素颜啊。你在哪里啊？不要怕，在哪里啊？看我看我。他的眼睛是三小、啊。哎、欸，钓这个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羊啊。家里的钓鱼机的另外一面，可是看起来很像嘴巴。对啊。你感觉三小啦，我可好笑了。那是鼻子还是嘴巴啊？就是鼻子的，其他嘴巴。要嘴巴吧？我要带很多只羊在我旁边。好笑哎、欸！让我很好奇他的南瓜派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看一下。那鸡脸太大了啦，白痴！根本就天线宝宝。我要带这些羊回家。他们没改。猪怎么看那么正常？那么鸡的，天哪！你笑，你这才子包用得下去哦。他的所有眼睛都很大哎、欸。我走走，这些羊我们回家。我莫名其妙的找到鸡。那鸡也长得很好笑。好莫名其妙找到大颗。牛咩？还没看到牛。嗯。太邪了！哎呀，笑死！母母，哎呀，那个附魔台好漂亮哦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材质包动物有点奇怪，之外其他都还蛮赞的。真的，锵锵的。哦。来，跟我回去，跟我回去。不错呀，那个，哎、欸，它的熔炉超漂亮的，超喜欢的。超漂亮，它下面还有那下面有那个煤炭的样子。对啊，好棒哦！现在是工商时间，大家赶紧掉。今天的工商时间，它是烧开始烧的熔炉会变正常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开始烧变，这里面有火的那个，里面有火，欸、它里面会透进去。我找到牛了。为什么我的是变正常的？没。你们重装一次看看哦。那牛为什么开始驼？没有熊猫啊，这个、這個、还好，这个牛还好，还是羊。这工作的放上面是谁打得开啦？又不知道谁啊，我以为是你，然后想说里面有秘密的东西，打开什么都没有。秘密的东西，秘密小房间。哎、欸，他这有书柜可以重再做、嗯，可以做更多了。那好哦，那你把它补好，对称。哇哇哇哇哇！这个羊油好慢哦。哎、欸，还是一样哎、欸。你还是羊嘛，不要切这么多。它不是鱼。慢。嗯，这样上不去哦。我问一下，船有办法往上吗？不行，上不了、啊，不行。我想说可以用水往上推。不行，它会进水，然后就沉下去了。嗯，感谢超级六。哎、欸，你们看过你们有看过牛了吗？我看一下。是啊，这个超级人的孩子，你们要记得留话、啊。只有留言，全部讲话了。他这害羞，这叫做超级抖内。真的是超级抖内。他们害羞。没有他之后，他们就变成说安安、嗯、安安，就这样。第一次来。安安。第一次来抖内，抖内安安。嗯啊。啊，还要标注说，这是以后的台规了。第一次来抖内哦。抖内才可发言，超坏，超坏，干爹模式。有了有了，我把羊带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楼梯对呢，可以楼梯就好了。哇，好多羊哦，好强哦，超强的啦！我把带回来了，超强的啦。哇，他每个村民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哎。嗯，农夫是穿那种。吊带裤就符合他的职业啊。嗯，我要去看傻子，我记得一个傻，我刚刚好像看到傻子，他笑得好灿烂哦，笑得好灿烂，笑得跟羊一样吗？笑得跟羊一样吧。对，傻子是不是你？哈哈哈哈哈！晚上了。
把你有看到、哦？笑太爽了吧！他笑超爽的。他只有一根牙齿。对啊，只有一根。在哪里？我想看，我要喂。哎、欸，我看，我看你的截图了。可是快晚上了，你要不要离开村庄啊？他们都只有一颗牙齿。快晚上了，先离开村庄吧，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。对啊，走了走了，你们要小心哦。上线了。嗯，你要顾好自己哦。的后面，太阳在那边，我们家在那边。不够啊！我们家在哪里？我们家在那个太阳的方向吗？我们家在负一百、负一百、正一百的方向。哎、欸，方北方。哎、欸，你们找到的村庄是哪一个村庄？沙漠。太阳靠太阳在你右手边。好，行，知道了。我们是没有种小麦啊。没有，我要种。好像没有。那应该是种子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看起来像种子啦，小麦种子。什么？是小麦种子。是小麦种子。然后就要插在这中间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正常就长这样吗？什么东西？它有一个什么？它上面写说 water， 然后 ii， 这是有人叠的吧？这边有。你说哪里啊？在沙漠的村庄。箱子，水 water ii。是。对啊，它就是一个叠起来，然后里面是那个叫什么地狱眼。嗯嗯嗯，看起来都超香。团团，这个是盖家吗？没有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。这是盖家吗？还没盖完呢。那怎么没有沙子堆啊？那这里没有人。那个是上去挖树的。哦。哇，你们材料不太够，月亮好漂亮哦！你在盖房子的、哦？没有，这不是房子，那不是房子，是献祭。这是公社，公社阳下公 ，OK， 公厕，OK。以后大便来这边了。就是、住到哈纪村的，就是你要缴交那个管理保护清洁费，就是清洁这个，清洁这个吗？定期清理。龟爸的眼睛是凹进去的哎，嗯，哦，哦，我要看一下，龟爸你在哪里？出来，出来，你直接回去站岗，出来，喂，有没有倒单的龟爸、啊？这个的狗狗很可爱，是吧？看不到狗狗，狗狗狗刚被打死啦，狗刚死啦。被打死了，那这人乱命名哦！我哪有乱命名？怪我喽！我是很用心的命的那个名，结果你就把他打死，够我喽！够我！对啊，真的。哎，长拖鞋。嗯。啊！穿起来。四颗好像没什么改。嗯。三十等了，我们的书柜三十等了。赞哦！那我把它整齐一点，再整齐放一个小麦种子。Hello， 嗯 ，Hello， 看完了。哎哎哎，什么？你太气了！太气了！马上会有僵尸在扑打我。刚刚就他就跑进去啊，还有我们那个的。对啊，那就那只才跑进去玩了。嗯。僵尸那个跳楼机换人了，换人进去打工了，是不是？打工仔，打工仔。哎呀，天线宝宝在门口看我。天线宝宝，天线宝宝，天线宝宝，说你好，不好，不好，有人叫了。我刚刚说你好的时候就往下跳这样子。哇，他小丑鱼是直接贴尼莫的图哦。对啊，有人说超像尼莫的，我刚刚没有认真。这是尼莫啊，根本尼莫吧？这样可以吗？我们会被挤啊。他的河图好强哦。对啊，好棒。这后来大家都把河图弄那么丑。很棒。很丑。对啊，真的变尼诺哎、欸，尼诺，但我们会不会被告知要商用要收钱？那个很好，还要一年两万四哦，还要一年两万四，那可能不不要这样啊，可能不止。
又摇草啊！截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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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喝水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什么意思？我在喝水，我还是差点喷出来。我还好，我还没喷下去，他他死掉了。要不要推下去？为了你这一句，我们全部都要再找一句。我也要去看一下。我要去看那个，我要去看堡垒，看一下那个被淹死的长怎样。你有野猪来玩？猪人长得很很猪肥，很猪，很团，很哪个方向？谁？你给我过来！我还不打爆你！还在母汤，还不打爆哦？堡垒在哪边？知道。我就这样走走走。差一点就下去了、欸。没有，他说他进来都没有石英矿，为什么随便一看就有啊？啊他应该是他走错路了吧？哦，对啊，我才不敢走很，他不敢走太远，随便看都有。哦，他可能没有往上看。嗯，坐标少，好暗哦，看不到。对啊，嗯，这里的比较暗。这个材质爆荧光石，我觉得很不亮，不好，对，不好看。可是他如果做现代建筑，可能就还好。对啊。哦，我看到的堡垒在我们脚底下。嗯。什么啦？等一下，这个炼石者也太……这脸长怎样？好气哦！他很气。哇！整只都有火哎！不行，我想看地狱水母。幽灵水母。欸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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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，请把你的面转过来，谢谢。哎，团团团团，你不要打下面了，会整个脚倒掉啊！啊啊！下面会打一下，你打一下，你打一下。我想看，我想看，看我，看我。这里不会，他没有看我。等一下，你看，过来看。哎，他的脸，他的脸在干嘛？太酷了吧！你要看他吐火球，你要看他吐火球。好，看他吐火球，他不吐哎，他消失了。No, 我才刚到耶！后面你后面一只小熊，后面一只，后面有一只更近的，哪里？下面下面，是在门口的地方就有了吗？乖，没有，看这边，有有看到吗？右边走，飞过去了，飞过去了，没看到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那个他脸怎么那么衰啊？我要走过去，在脚底下。哦，那过来过来往右边走，对啊，那泪滴耶。哇，死掉了！你怎么把他打死了？没有看到啦！这附近应该还有，有这边有，这边又有。哪边？哪边？哪边？哎，我家这……哎，来地狱门，来地狱门，来地狱门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我们在地狱门附近。嗯，在这边。我故意打偏呢。有看到，好近。哦，好多只哦。这边。有两只啊！打猪人，谁打猪人？谁打猪人？没有人打猪人呐！猪人被火球砸到啊！我怎么连我都被攻击了？白痴哦！猪人！哎呀呀呀！下去！撤退哦！下去！撤退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没啦！哦，我在你深处，你又一种定了。阿纪那个位置，快点！我死定了我！阿屯，我要救你了！十一，俩俩，你走！啊，好帅，好帅！我救你！算了，不是我啦，是哈基啦！哇哇，不是我！他们好生气哦！球，砍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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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死掉！不是，我就说不是我，钻石狗打死你！要打吗？要打吗？喷气！他们好气哦！他不是都哎，他好大声哦！我想把他生气气了。他已经生气了，你就怎么把他打掉？对啊。嗯，你怎么不打、啊？就把附近的全部杀光就没事了。嗯，就是把杀人灭口，不要让他们对，不能有那，对对对对对，不能目击证人。嗯，不能目击证人。嗯，危险！吐火球啊，妖异！他好吵哦，因为猪人好吵。吐火球啊，他怎么一直看着很难啊？堡垒这么近哦，哦，很近啊！好像已经被光过了。小猪人，小猪人，小猪人。可是上面有凋零骷髅哎，好想打哦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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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跟着我，跟着你，我回去了，要灭口，我回来了，要灭我，优一，撤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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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优一看完了，嗨，啊，外面好恐怖，外面好恐怖，外面好恐怖，哎，那个顺，那个，哇，我屁股被射了一箭。啊！头牌都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我要回家了。
三只苦力怕在圣，大家要圣坛，不行不行。对呀、哦，爆炸了！圣坛爆炸了！啊，我被休息了。这是我差点讲出一个你们等一下一定会一直要羞愧哟、哦，不是不是不是要羞愧哟，我不要讲，我不要讲，讲了你们就会一直重复。哪一个啊？你是想想讲什么啊？就是有一些讲法，不是都会说，就是这是浮躁，或者是相反词胸罩啊。然后我想说，我一讲出来，你们哦，这是一个胸罩。